都什么呀？你说这我本身这怎么了？有点提不起来了。哦，提不起来了。啊，就是腰有点不太好。嗯，有点弱弱的，是的，老着的。哦，您是四世同堂了还是五世同堂啊？啊，您是四世同堂还是五世同堂啊？就是您有重孙子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就一孙子。啊、哦，孙子人家还没。我这倒闭了。他就一孙子，还有。几个外孙外孙外孙，哦，真好。大妈，您以前上过班吗？单簧上也上。哦。我那个唱戏的缝纫组。缝纫组啊。哦。哦哦哦。做缝纫。哦，做缝纫的。哦。那您是那个裁缝呗？我也是干做缝纫的，给人干活呗。给人干活。那有那个缝纫机，给人干活。哦，那是手艺人呐。啊、哦，不是有那事儿，我也是，那是缝纫机，我唱，有缝纫机一个，嗯，啊、哦，啊、哦，那您能拿着退休金了吗？啊、哦，给点儿，没有给点儿，给点儿，给点儿就不错，啊、哦，给点儿，啊，够用的吧？啊、哦，对，反正他给点儿，好吗？他上班不讲来的，反正他给点儿是给点儿呗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嗯，能有几千呀？哎，能有几千呀？别到了这个，三千的、五千的，不知道。哦，不知道。三千的。您肯定是说让孩子帮您打理。哦，这他们管了，我都不管了。有福之人呀，大妈是。哦。您是儿子还是闺女？嗯，四个闺女，一儿子是吧？您。哦，我好几个。老五吗？不是那个那个。我好几闺女多，四个闺女一个儿子，就一个小子。哦，跟着小子一起过呢。啊，哦，那有福气。有我孙子。哦，孙子跟您。孙子是什么叫儿子的孩子？啊、哦、啊，也上班了。也上班了。啊，孩子给您预备好了饭。哦，孩子也饭也买，他们也买，我也不买的，我也不花。中午吃什么呀？你？哎，中午吃什么呀？有吗？中午就有没有人中午那意思，我有点剩的吃。老吃剩的。啊，有剩的。扯淡，那四个闺女一个。那老太太跟谁住呢？就跟他儿子。跟儿子住。我就说他呢。